干嘛？你们只有两个人，还想干嘛？唐岛之龙不杀人！ 时间食っちまった。我们来打个架好了。Hello。那边白星中来了，比强级勇者更厉害的人就是你吧？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试试身手啊？我比那个家伙强一点哦。哦，试试看吧。就等你这句话，白星中来了，我不客气啦。 赢着，放血而已，割盲肠 ，OK， 哦，白星中男似乎比我强一点啊，尽管只差一点，但输了就是输了，你把这个拿去吧，你过。 花式打倒，しばらく寝てろ。我真巧多。一国，一国。他说这次都没有那个名牌店哦。奈川的衣服这里吗？啊，我不确定。看来不是哎。花蝴蝶应该有卖。 啊，看来是惠比寿屋啊！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里啊？好，姐姐晚安。 军用防弹背心，我以为瑶瑶穿军用防弹背心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、おじさん。 一起打输，就算这样打架，衣服也不会破破烂烂的。到底是谁打架？我衣服也不会破破烂烂的。为什么我不能去 SM 店玩玩啊？我好想让童生去玩玩啊！等一下，等未安。 这血有点多，我看一下。Shad，为什么要叫 Shadok？ 只是因为日本人发音不标准吧。等未安品相还差一个。松叶蟹豪华全餐。干，不要！ 不要再玩机器人，好不好？
我讲，我就做我能做到的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按错了，虽然我很想吃那个王烤双酱和牛，但我已经吃过它了。うまい。さ、行く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不要打人啦！而且我不会放大局啊。不要去打，还差三个。来合作一下，阿铁河豚料理，看起来都80人。なんやおっさん。なんやおっさん。しばらく寝てろ。しばらく寝てろ。要求啊？这你突然这么说，我也很为难。叫你唱歌，还不快点唱？可是我并不擅长唱歌啊。管你擅不擅长，快来唱来听听。这会造成其他客人困扰，是我无法答应。喂，喂，够了没？那女孩不是不很不情愿吗？切，有够扫兴！我再也不会来这种店了。抱歉，让您见笑了。哪里？你不用在意。啊！找寻女店员。难道她出去了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喝个啤酒。気に、さ、行く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才一个啤酒。就这么的，这么醉哦！天哪，红生你是不是有点逊啊？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关铺乐园了？看一下。哎，可以去解放了。咱们去解放吧，然后我们去解放吧。干，我动到了。哪里呀？来玩吧，困难。北风与太阳，我的剩余量，我的剩余量输了，突然就没了。
我没有在看剩余量。对，我的膀胱酥了。你才用低的。不爽，我们再来玩一次这个北蓝东西。可以卖了，这不能卖好不好？而且卖了谁要啊？到底选哪一只好用啊？这只耶，这只好贱哦！这只好贱哦！好贱哦！好贱哦，这是贱爆哎！靠腰，哎，这只为什么它这么多招？它明明就跟我一样的机体。哎，这招，那这招怎么弄的啊？
哦哦哦，我赢了，吓死我！想说，我明就先发射，贱人。靠腰，这到底三小啊？干丁老师，干我要输了。他这招太贱了吧，而且他为什么还可以一直用啊？机体一样，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多招啊 ？Hello Hoki， 就是这只啊。可是问题是，为什么啊？那这招到底是什么啊？有够贱的哎、欸！我只有两发、啊，我只有两种，为什么可以四种？太贱了！三连胜。不是，没有，我有两个一起按过，没有用。对面那台机体就是它太软，要不然我觉得它蛮强。
哎呦我靠，哇靠呀，培养小姐，靠腰。Get ready. 那我什么都靠着。感觉到底三小啦，干干干干干！哎呦，完了！哎，而且这到底是什么啊？
我要输了啦，好烦哦。我赢了，干，我他妈终于赢了。三倍被动，有这回事吗？我终于可以跟这个烂游戏说拜拜了。机体真的有个他妈贱，这样没有打到他吗？我觉得有哎、欸，哎呦！我运气也太好。我他妈打死你。干。打不到了，没关系，我终于他妈可以从这个烂游戏解脱了。终于可以结束了，赶走开了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三连胜了，好不好？十点你妈了，但是好强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出来弱弱的动作简直栩栩如生呢。我终于打倒这个烂游戏了。干什么讲什么？你怎么可能赢作弊？好像对面也是作弊啊！太棒了，终于又过了一个烂游戏。干，对面电脑这么贱吗？对面更贱好吗？前小雪之后巨乳妹，今天终于要我什么？看我要不要解完？大叔，我饿了，想吃拉面。那里有拉面吗？有、哦、有金龙拉面，我差点都忘了。我们一路到 SSS。黄金八哥，干嘛？他想吃那个，要在上面加很多料。哎，大哥！
しばらく寝てろ。这个脚，这是三小啦。请问这是什么鬼姿势 ？Hello。好想吃热热的东西，干，我走回来了。合作擂板酒馆，瞧瞧是一辈子，真的。欢迎光临。对，你要吃什么？你想吃拉面？我看他的那个头发插进耳朵里面，看起来有点不太舒服啊。ありがとう、おじ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、おじさん。然后哪一间店？哦，华岩饭店。来合作一下。结果是干部联盟。太多店没合作了吧？胜出的肉汁，你又想吃什么了？难道你想要进 ground 的吗？大叔，好想吃那个，吃什么？饺子、大阪王酱。然后还流鼻涕了。もうすぐだよ。もうすぐだよ。何見とんねん。干嘛啦？又来了。やったるで。しばらく寝てろ。しばらく寝てろ。苍天美味，好贵哦，二几万哎！但我有的是钱啊！你们同生大叔有的就是钱啊！大阪王酱要到了，你又被隐形的墙挡住了。Hungry Town， 我超想，我觉得这间店做的超棒，超想进去，超想进去吃的。你要吃三个，大小，原祖煎饺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什么？お腹空いちゃっ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、おじさん。ドルンピー。都没有关系。书店可以跟酒店合作呢。我看一下，漫步联盟，还有 Sunrise 哲思烤内脏日式餐厅松浦，
来大阪就是要吃哪个？你要吃螃蟹啊？螃蟹会席风雅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他不会打输也能补血。好哦，挑个最贵来吃，你好样。嘿嘿，お腹空いちゃった。螃蟹超好吃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、おじさん。只剩下一格了。好，内脏在哪里？我这一边都有走过啊，在这边吗？好想吃，看你想吃什么？想吃炸串，你差不多到。吃东西的时间哦，我想吃炸串。妈，你刚才不是才吃过而已。小孩超凶，还有哪一间没有？那都在这间这个街上面吧。嫩啦！手間取らせやがって。在找合作店家，你在那边差。哦，有。哎，百万联盟这里都好贵啊！就剩一家 ，Sunrise 就是这里吧。全部都有了。想吃三小炸串啊！苍天爵套餐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お腹空いちゃった。お腹空いちゃっ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、おじさん。总共有十种炸串，每一串都嫩嫩的，刚炸好，吃起来非常美味呢。啊，这带摇来观光的。行こう。鱼神样。我走过这吗？走过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吧？看起来是。然后你又要干嘛了吗？
他生理时钟跟龙狮一样快吗？要走下去吗？他好会唱啊！哎，你喜欢唱歌吧？啊，您是之前的客人，以你的歌喉来说，大可充满自信吧。可是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我非常喜欢唱歌，也曾经有过想真心想成为歌手的时期，每天都去参加培训，觉得自己也有机会出道当歌手。但是这个世界果然没有那么美好，我被所属的事务所骗了，为此欠了一屁股债。给家人添了很多麻烦。当我迷失在街头时，那酒吧的店长收留了我。爱抹茶奶霜，原来是这样。但是你其实很想唱歌吧？不要放弃梦想。这些话我实在无法告诉现在的店长。我能像这样过日子，都是多亏了店长的照顾。那我先失陪了。这是一个我在冲阿雄，现在亲密度已经最高了吗？不能再高了吗？他都没有对话框嘞，应该是现在就已经满了吧，可能还要等故事推进才有了。哎呀呀，你们让我好找的好辛苦啊！大叔很残忍耶，我会追着你直到地狱的尽头，我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我先付签约金10000万，怎么样？不是钱的问题，你赶快放弃咬吧，我钱都比你多了。那好，我们就用2000万签约吧，意下如何？哎，我想介绍一个人给你。好，什么意思？别多问了，跟我来。现在店长在算计你的幕后黑手是大小。就这多么美妙的歌声啊，穿透人心的嗓音令人不禁起鸡皮疙瘩，这就是我寻找多年的歌声，100%会爆红。你的事务所可以栽培那女孩吗？哇啊啊啊，我怎么可能放过这颗金鸡蛋，必须赶快准备好签约手续啊。我跟事务所联络一下啊。喂，太好了，社长。要我们该回去葵了。你就在滴滴滴滴。这种为什么会主线？怎么看都像是支线的东西啊？用腹语唱歌，太厉害了。这些人用屁眼看到我了。不能撞贩卖机吗？
想破坏试试看啊，看会喷出一堆，喷出一堆有的没的饮料。又是曾经野狼。殺すぞ。しばらく寝てろ。但是都奄奄一息。OK。もうすぐだよ。着いた。这里。嗨。哪里都没人，马上就要回去神室町了。大叔在这里还有没做完的事情吗？不，还没好。一起去吧。哦，一个神行位移。人中之人吉尔，真岛建设公司。获得了睡衣，还获得了瓦次郎。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做完啊，还没有。来弄我的酒店。玩到第十三章，经营，来玩个百万联盟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、お客様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また来ちゃったよ。お客様。喜欢 party 的富翁。这个赶快按掉。ようこそ。当社員。最高だよ。大风乐福，干！我们园长给的乐福还不够多吗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可愛いじゃないか。嗨，打喷嚏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们园长又乐福，又高追，又 funny， 又是一个寻找乐福的，好烦哦。太扯了吧！我们香奈的乐福竟然不够，这实在太夸张了。カノ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
竟然挑剔我们香奈，超正的好吗？等下月子，月子不行啊。ようこそ。どうも。助けを求めてるように見えますが。放射員店長、さりげなく。放射喜好是不是怪怪的？应该是真的怪怪的。ここで一分が経過しました。Hawk， 干！竟然嫌我们，嫌我们的月子不够 sexy， 干！放射員売上が50万。重点是我们香奈既 beauty 又 love， 为什么会不行呢？助けを求めてるように見えますが。放射員店長、さりげなくフォローします。ようこそ。放射員。盛り上がってきちゃったよ。又是个 talk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好奇怪哦。放射員、売上が100万円突破だ。突破だ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助けを求めてるように見えますが、で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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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店長も女の子をしっかり支えてくれています。楽しみだ。素敵だよ。又要 talk， 多喜欢 talk。 はじめまして、しょうこです。盛り上がりましょう。美人だな。お願い。お会計ですね。是否佳杰？哎，佳杰喽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会計ですね。是否佳杰？哎呀，佳杰啦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二分経過。是否佳杰？哎，佳杰了！不愧是我们园长啊！可是我们园长好像不行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会計ですね。谢谢你。また来てくださいね。哦，园长撑住啊！干，糟糕！フィーバータイムだ。皆様今宵は。前天真的算好看的了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！我不想让他满了才按。お会計ですね。小姐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酒店，靠杯。また来てくださいね。ようこそ。また来てください。夸奖小姐。你要被香槟喷湿吗？不，园长撑着。指明谁？好，去。お会計ですね。お気にね。園長撑住了。すみません。お会計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すごいじゃん。すごいやん。还要是我们月子听起来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。放射員、フィーバータイムだ。今日お金持ちのお客様もご来店。又来了。放射員はどんなおもてなしを見せてくれるのか。パーティーはこれからだ。楽しいですね。楽しいですね。最
最高。ここでタイムアップだ。あれよ。哎，小叔。园长赚最多啊！麻里子跟美希都没有出去哦，能力不够高。不愧是我们曾经的南八万。两个老的赚最多啊！园长要不行了，收入有一半都花在伙食费。铜牌，千里，银牌，远藤，这以前有个叫远藤的。好 ，Rusty 晚安，蒲公英，已经不能真人了。我们修口能不能那个啦？能不能练一下啦？十连抽系统，修口还不行哦，麻烦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有点壮啊！ようこそ、当社に。どうもどうも。絶品さんやな。よいぞ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お客さん。贫穷。好了。盛り上がりましょう。偉人だね。下一个贫穷我就接不接了。ようこそ。どうしたの？我比较喜欢雪季，以前小雪。嫌我们香奈的蜡烛不够多，哎，有个几巴。